面之前都没试啊，然后苗苗说文学那里上新了几款包包，他让我过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啊。你们跟他胆这么小，他这里就是因为他昨天吃的那个海鲜啊，然后上火了一下把这里冲了。好，你想没光人都满了，我还整个在那里。哇，两大美女哎！今天给你来生意来了，真的吗？他看到你三个包包，他过来选了个包包，我说他包包太小了，他觉得我的包包安逸，我都是你上过。这边可以看一下，然后那边货架上也有。选啊，选哪一个喜欢就背哪个。可以，小橘子还晓得给姐妹带点生意来啊！必须的嘛。我说最后不买了，还是你试下这两款嘛？其实我觉得这个秋冬季节来了比较方便啊。嗯，来背我这个。这个是我自己背了的，带肩包拍了的，大的小的都留了。其实苗苗一个大号，大号小号都背得出来了。小的这个，小的更方便一些。我那天拿的个小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包包确实是很百搭，而且很适合秋上身以后，我感觉回来了。有质感是不是嘛？嗯。真的是有质感。200多块的东西确实还是有质感的，我觉得。可以摸到手感嘛？比较好。哎，这个更适合我些啊！哎，这个可以照相。而且冬天不要着急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些都比较合适你，你把它挨个挨个试一下嘛。好嘞。你咋子的今天呀？我觉得你都背得出来，你晓得嘛？拍。哦，这个。这个你也可以的。这个是能背吗？可以吗？这个。还可以。那你把它拿到喽。要得嘛。谢谢老板儿，这个啊，哎，再试一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你特别合适，主要是你是那种有气质的女人，就这种这么手提了就可以了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拿到，还没那种风格，拿到，你今天要咋子嘛？谢谢老板，再来一个，这个也可以。我感觉今天在摊不开了，拿那种深色的、深色系的，比如说你冬天要穿风衣啊，或者穿啥子西装搭这个完全 OK， 怎么样？人家只是来买一个，说这个要拿到，拿到嘛，70块钱又不贵，背起耍当装饰品啊。哎呀，拿到，反正女人都会嫌包包多了。哎，他们嫌钱。你够了吧你？我只是带他来买一个包包而已。哇、哦，这个才好看。这样吧，这样是可能更看得出来一些。是的。糟了，你每一个背起都好看，我真的我二货。这儿一起啊，799，你还真一百，所有的，哎，老板他妈的便宜，哎呀，这么多，拿钱，拿钱去吧，哎呀，笑死我了，我开玩笑的，其实主要是苗苗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啊，然后他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所以我就跟他们小开了一个玩笑，我这三岁，发头一下发飙了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我已经做好准备了的。没有啊，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是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一下子背这么多包包回去嘛？离这么近，随时想过来的时候再过来就可以了。你带一两个就行了，嗯。这个好看。还有这个，嗯。说老实话，这个是。本来之前啊，在小橘的视频里面，可能我给大家印象就是我要强制消费它啊，这一下再带一个朋友来把我店里包包所有带走，以后你们再也在橘子的视频里面看不到我了。把你拉黑。开个玩笑啊，朋友们，其实应该能看得出来的哈。他会给你的。开玩笑，就这两个吧。嗯，好，有眼光，这两个确实是最适合你。这个是你好了，我们包包也买好了，现在就回店里面去了啊。我们走喽，拜拜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好，入手了两个包包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店里面去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拜拜，很愉快的一次购物。